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父亲呢徒步考察了历代长城，将内蒙古的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代的长城呢，他进行了徒步丈量考察，用照片和文字以及地图的形式来表现出来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遗迹呢，高有个十几米，宽度呢，有个四五米这样的宽度，全部呢是夯土所筑。那么历史上的话，它这个高度呢可能还比这个时候要高，因为现在的话已经经过2000多年了。我们看到脚下有很多散落的石块啊，这些石块它的由来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的脚下呢是秦汉长城的遗迹，经过日月的风化，雨水的冲刷，它已经倒塌了不少。那当时的时候是很高大的，它可以阻止马队的入侵。我们看到远处也有新修建的这段秦汉长城，为将来旅游开发游人呢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再现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段，这就是历史留下的痕迹。2000多年前的话，秦汉长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片石石头垒砌形成的一个现状。小的时候啊，我除了跟我父亲上长城考察长城之外，很大一部分呢就帮他抄写稿件。那个时候啊，没有现在的电脑，也没有打印机，他写好的稿子呢就让我们帮助他抄，使我呢从小对长城有了感兴趣。这个照相机呢是我父亲生前买的，看是一部小小的照相机，但对他来说，那个时代呢，是得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是把老家的旧院子和窑洞卖了以后，才有钱买到这一部照相机，说明我父亲啊，对这个长城的热爱已经达到一种痴迷的程度。今年20岁了，是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的一名学生，同时也是内蒙古长城科普学会的会员。对于我影响最深的两个人呢，是我的姥爷和我的母亲。我现在学习的专业呢是广播电视学，由于我的姥爷就是用照相机来拍摄长城的，包括我的母亲，我想用我专业的摄影摄像知识来让更多人了解长城，参与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之中。